韩当瑞龙打包机给料皮带更换。第一步，把两边滚筒轴承卸下来。第二步，把脱轨拿出来，这上面只有一个焊点，打掉。第三步，把上方护皮卸下来，然后把新的皮带装上去，同时需要把脱轨的焊点点上，两头的滚筒轴承紧固，护皮装上即可。